心有这条灵性，恢复，这是咱的心灵转入这么清的灵性，是咱以灵，咱再来讲顺加定咱的心。上天伊的显明，爱咱顺着这条心意啊，这是咱对着清净的天界，恢复咱顺灵的心来啊，是上苍这个灵性来到顺宝这条原灵，是以清净这个天意恢复顺咱这个心情，上天的灵性恢复这尊心灵，这是咱顺家的灵气。真理是定路性，爱咱转的会清净。我有一条上苍的灵气，因咱显明顺咱的心。这是咱灵源的本性，爱咱转的是天灵。我有一条正觉的灵气，这是咱见源的顺定。阿母啊，来讲到这条灵气，现咱有顺这条心，拢是天源的本性。你再来讲顺加。现世心是以清净一点灵魂，我爱回报这条心，这种是顺加咱的灵性，是灵魂这个天界，使咱恢复心来，转伫咱这么清的心意，我走无形。恢复明性，这是咱清净的法界，现咱有稳心来呀，是清净这个灵性，爱予咱显露有顺的天性。阿母啊，伊清天的灵源，我再来讲顺加心净啊，这是。咱道界的灵气，引导回来咱顺母的心，是以清界这个灵性，予咱转的天灵，灵伊的显露，是咱这么顺的天界，咱有一点正觉路性，再来讲显露有稳的天性。是这条青天的本性，带有咱道家的清灵。咱有元天一条心，再来讲这么稳的心。你有这点灵魂的灵气，我才有这么啊顺的心性啊，拢是显明的天。咱来看有这么清的心，这是咱顺家的灵性，现到这么顺的天命，无形的灵性，转咱有稳这条灵魂。你有这么啊清的灵气，咱再来讲顺家无形的心，你这条。清楚的灵性，带有咱这么稳的天性，一点灵光，一条灵气，只有显明咱顺家的性。这是咱清楚的灵性，要来讲到这么稳的天性，一点灵魂只有咱的性，爱咱转的这么啊清。是咱顺着无形这个灵性，显露咱这么稳的天性，灵伊的正法，
只有咱兑现的神，我爱将着清界这条心意，转入我即马这个脑神，开咱现主时这个位移，拢是主宰咱的灵气，清到咱这个心会凉落来，咱再来讲回转咱的本性，传着清界这个心意。是灵，伊个本源灵，我恢复遮尔啊清净，拢是对咱个无形即条灵性，回转咱即条真灵。再说，我用着即个心开出来，即是咱恢复即条灵性，亲身咱个灵转会清，灵魂伊个法界。只有寄入来，咱即马即个虚空所在，是我对着无形即条天性，转伫我即马即个心的原性，是灵伊的天界，我才会当用着心行转来。这是咱传法的灵性，顺咱无形即个天理，寄入来一点瞬间心。是灵魂这个天界无形恢复我的心在，这是咱清净的天理，转过着这样尔稳固的性。真理是天发心，爱咱转来是现世情。你有一条清天的灵气，我再来讲顺甲稳定的心。这是咱传法的灵性，一点有清的本性，拢是安住这个灵性，拢是兑现咱的心清，上中的天界，你有徛正自在，这是咱落界天理，我才有这尼啊顺这条心。你有这条清楚的灵性，咱再来讲转转来的天灵，上中的本性，爱咱传来清净。我有一条灵源的灵气，再来讲顺道转来咱的心，这是咱清净的灵性，爱咱对着清界这尊心明。无形伊的天意，只有咱来看顺界心理。有咱母娘这条灵性，我才有这么稳的天性，是咱有顺这点心，是你搁再顺母娘这个意。上苍伊的天界，只有显露。咱安定的心性，拢是稳定的灵性。我才有母娘这条原型，你爱有这条清净的天。咱再来讲顺家金母娘娘的心，是灵魂这个天界，是咱现开自在。你有这么顺的灵性。我再来兑现无形的稳定，这是咱照着灵性，现咱有顺的天神，灵源本意正如性，爱咱转的这么清，这是咱兑现的灵气，转入着咱这条清净的心，你有这点灵魂的灵气。我再来兑现咱的心底，这是咱度咱灵的本性，是咱主宰这条灵性。我搁恢复咱的原神，出家伫咱这条无形的灵性的咧。这是咱清净的天理，我慢慢照着神伊的原性，出伫咱这条清澈的心灵。现咱有稳，则是灵气；
徛者这条清净的心，咱以灵魂这个灵性，是得通咱这尊生命的。母啊，伊用着这条清澈的灵界，显露是灵觉界，回咱母娘伊会清。我爱是对着咱这条神的，这是咱照着灵气，掠定咱世间转的清净。无形伊只有用灯，今仔我爱是这条灵气，要来讲着兑现咱的心性。我有这条清楚的天理，我才会当行到这尼啊顺的心性。这是咱原来的灵气，我爱向着无形这条心，这是咱道界的灵性。啊，嘛是真理，要讲会清，是咱对着顺界灵性，现伫咱遮尼顺的天灵，真理恢复，则是本性，爱咱传出，则是天灵。我爱以正为准，这是咱的本源道界，是咱一条清净的天。这是通咱无形这条灵性，转过着咱的心出定。我有无形这条灵源，转咱心遮尼啊清，是咱对着现主时的灵气。我爱行的则是顺利。你有这条清澈的灵性，咱再来讲顺加显灵。这点有顺的灵性，咱只有来讲着通灵。有咱顺母啊一条心，咱再来应发这呢种。这是咱无形的灵气，行出来这条心意，照着通灵这个天界，我才有金母降落来这个神啊。天元本意正如性，转咱出家显一正，这是咱罗灵伊的真意啊。母啊，伊要互我用着这条灵性，转过着这呢啊清，因为这是咱的天元本意，落伫咱这条清甲元神顺天啊，是咱慢慢印。占咱家己清净这个天意，因为我要讲的是顺这条灵性，占印我的天神，拢是顺着灵魂的这点性，带有咱见母这条本性，上苍伊的灵气，予我来讲甲遮尼啊顺时，应咱无形。这条灵性，看咱顺家这条天命，这是咱罗灵的天意。咱再来讲顺母这呢啊清气，是咱对着元天的心，咱才有这呢种母娘啊的心，上苍的天界，爱咱行的顺天。阿母啊，有这呢稳的灵气，我再来讲顺家这条神。你有这呢啊清净的法界，我才有讲顺着这个本性。有咱一条通天的元神，这是咱灵魂的灵气，恢复咱这呢清的心，带有咱无形这条灵性，掀开咱的心病。这是咱道界的灵气，现个这呢顺的心性，阿母啊又这呢稳，这个天理爱我正的顺，我才有这条灵魂的灵性，开我现代这个心境，是咱顺着母啊这条灵性，现伫咱这条清净的本性。路家，这个天理
酒饮咱的内心，我爱酒清咱的心神。这个天法酒咱的灵源，来讲到顺解心清，天元本意回咱正，转咱顺家这条心，我有一点灵的清净，这是我带有原来的使命。在世间，我要将着这个气传明，是咱原始这条灵性讲，这个天理就抓定，阿母啊，予咱这条灵气灌伫咱即马这个脑神呢。这是在世间咱的应缘，母啊，伊受用性这条架，这个天理就咱慢慢应。因伫你这个脑神管会住，是咱这条清澈的灵性，依咱行入来这条本神，因为这是咱的原体，教你现住时，这个灵会出家，是咱引导咱的本性，传咱顺灵，这么安静，这个天意。要让咱转的明，是你在世这条心，上苍有无的灵气，转咱这个心顺利，现咱有定这点价，度咱有够，这个天缘，是咱有顺这点性，是你搁再安住这条本心，无形现来。是定路性，爱咱转的这么啊清净，是咱行这点灵气，是我搁再顺母这条心，在世我会当运用正法这条灵气，亲身来讲顺咱的本性，只有用着顺来应，这个是。咱显露灵源的灵性，行出着这么顺利的天性。母娘伊爱予咱这么啊顺意，因为这个天只有这条灵性显伫咱这个心的。我将着清界这个天理，行出着灵界这个天意。上苍伊爱我定一条，这是咱搁再复苏。这条灵性化开这条天性，是咱无形这个天意，把你这个心结出来，我才有这么清净这个天意，搁再行转来。这是咱原始的灵性，金宝啊，要甲咱讲恢复天性。我有这条本源本性，是咱母娘将我这个心出现。这是咱原始的灵性，母娘啊，爱予我会当生现主时的心情。这是咱要来讲到现主时的灵气，顺着这条通天，现咱有定顺的情。我爱有母娘这条灵气，因咱有定这条心。这是咱顺着通天，金宝啊带有咱的圣意，天元有落的灵性，因咱这么稳的天灵，这点灵性只有见原体。这是咱主要的灵性，因咱有顺这条灵魂，上苍伊的灵气。只有咱来定咱顺解心，这是咱清楚的灵性。要来讲到稳定咱的天命，是咱带有灵源的灵气，爱咱来行做伙这条心神。这是咱清净的天，爱咱有这么顺的心，上天的本性。现咱转的是天灵，
咱爱有母娘这点原性，这是咱有情的天界。现在咱即马这个心有在，拢是主要这个灵气引咱行顺天，灵源伊的灵气行向升天这条线。我有一条正法的灵性，才带有咱通天这么安静。你有这点灵魂的灵气，我爱行的出家的心，拢是安住这个灵性，拢是对无形显的明。这点才是咱顺甲安静，拢是一条清楚的灵气。爱咱行做伙，咱即马即个心，是咱以清界即个天意。母娘啊，爱咱恢复咱即条灵魂的灵性。今日我只有用着清气即个所在，来代表我即条灵魂伊的灵性。这是咱通的天界，在世间我用情拍开，是我。以这条清楚的天理，带有咱原来这个知识。上苍伊讲的是天界，这粒心头会开，拢是稳定这点性，带有咱母娘这条元神。这是咱在世的天性，母娘伊要开破，真元本意正如神。转咱正法是天意，这点灵魂是道教。咱爱是直通，咱这个心有顺，这才是咱正教有够棒。因为我爱是天意，导我这条灵魂顺转来，是咱用着相照，我照着无形这个天理。因为这是我的秉持，秉持就是顺安呢，顺着母娘这个圣意，这才会当找出着我这条灵性，要转到我倒来，我这条心清净。这个天缘呐，要有咱个人，你行一头，你才有原来这个灵性，悟出着这世人，咱的心的稳定。是咱对着清界这个天，慢慢增长啊，咱的性，拢是主要这个天意，予我显的清净、清气，这就是咱道界灵魂。母娘啊，要将着我这个心，会顺，会稳落来，这才是咱通灵的天界。恢复咱的本源本性，伊是清不杂的，是我用着这条灵性，要恢复这么正常，天元伊的灵性，只有悟出着现主是咱的精，这是咱原来的真体，增加咱这个心嘛，伊会当顺着这条灵魂，转过着清界。咱的心稳，这是咱母娘啊，伊的灵性，带大我这个心神，我才有这点灵魂的精华，拢是对咱这条清楚，咱才有元天顺利。一世人，我爱是以心为准，这才是咱回到的天性。一条稳稳定定的精神，是咱青天这点气，带有咱无形降落心，在世我的天界，因咱这么清神来，这是元天的本性，导咱开元这么清净，这是咱的天元这点气。落地这么顺的心，
是咱这条灵源神，转咱稳定这个无性，有咱一条清澈的天。我再来讲顺驾显露心，这点源头的灵气，咱只有来讲着顺驾咱的心理。上苍的天界，爱咱行顺来。你有这条清净的天，带有咱无形降落来的心，是咱以清净的天性，是咱搁再行出界的心。这是我以清界这点气，恢复着咱这条顺界的心。母娘伊爱咱的情，你才会当看出家即尊神，这是咱行的正法的灵气，引咱行出即条本性。无形伊的天界，只有现你清净自在。今仔我以天元即点理，拍通咱归元即条神。这个是咱旧意，我是现主持，要转到咱这个心理，现到这尼啊顺噶，咱的灵性爬起来，咱顺到天元。母娘伊这尼啊清净伫遮，我才有这点气落性，敢若亲像见到母娘伊的原形原体。是以清净要来讲着神，我才有这尼啊清光。阿母啊，你讲的这条灵性，爬起来咱源头回母啊，是咱直通这个天性。母娘伊这条元神，这是咱随家这点灵气，现伫咱清净这条心。上苍恢复，则是天意；母娘教囝，则是顺性。咱爱行的是正法的天灵，是咱即马单纯。我有遮尼啊清楚的灵性，直通原始这个母性。天元顺来应天理。行咱一点路径，咱来是这条青天心，转咱有无这条心，上苍的天界，落咱清净心来，这是咱的灵源灵气，爱咱会则是顺天，上苍的法界。就因咱心自在，真元是天灵气，露灵是母娘心，这是咱清净的天性，带予咱来到元天的真灵。你有一点正天的灵格，这是咱在世上的心。我再来讲这样稳的心。无形伊的显露，我才有这条清澈的灵气，这点灵光，这条灵性，只有显咱这么顺的天灵，上苍的法界，只有因咱脑神有开，我爱是接灵现世，定咱在此的灵源。母娘点咱顺路性，教化咱的天命，是咱归元这点灵性，是咱来到先天的本心，照着咱一条清澈的天理，我才有金宝来到顺家的心，拢是这点灵气来到咱的天。这是咱清净的天性，教你会运这条真灵。母娘
伊的天界，照进我心内底即尊神，这个天照这个空间，照咱这个心嘛，恢复天元，使咱一点清净的灵性，恢复到你这条清甲源头这个心境。在世间，咱离袂开着心意，做主咱的灵性，认定咱这尊神，这是咱通灵这个天理。在世间，咱的心平静，恢复着咱的元神金体，这是一条清净的天，连带我家己心境。这个灵性强咱清界这条本领，无形伊的灵气，只有来讲着这么稳的心，这是咱落界灵性，爱我转的清净，伫我会当讲的天意，母娘啊，伊要传，这是咱这条精神。这是咱看到的天元，阿母啊来讲，顺咱的心情。你有一点清甲源头的心，我才有这么稳固阿母啊的心。这是咱顺家的灵气，敢若亲像金母降基，真元显来顺天意，点咱清家。道观明，导咱一条正天心，恢复清净咱的天意。母娘伊爱咱心的清明，咱才有这呢动静，因为这是咱的原本性，转伫咱即马即个脑神呢，这是电波、气场、磁场，但是。我要爱是家己的心，直通我即马即条神倒转来，这是咱厝的元天的本意，助咱清净来到位。先天是咱的即条灵性，拍通是咱的真灵，是咱看的天元神，是阿母啊这呢啊清。我有一条本愿本意，导咱正法落家。天元是这条灵气，行出来才是咱的心理。天有这条正法界，显露咱有自心落来，转咱一条青天的真意。老母来讲顺家，才是上天。这是咱随着清净的天，爱咱一条顺界心。金母啊，有这条元天的灵性，世界这么清的心，这是咱顺着这个天意，在世间咱靠着这个脑神，向着咱这么清净这条灵性，顺着母娘这条元神。因咱这条清净的天性，派咱在世。我爱是这条灵气，世间只有顺咱即马这个精神了呢。这是咱天元的本性，接受着老母这条元灵，天元顺来应天理，启上真元露真意。天元现世定咱命，转咱顺家的天，拢是顺着这点灵性，大道自然化生。我以这条清楚的灵性，直通来讲着无缘。这个天理只有照着咱现主时的平静，生出着原来。金母娘娘伊的显灵，是咱这条清澈的天性，大气空，咱的本性，
是我以这条清净的天界献开金宝，这个神天元转来助天命，洗净原来先天灵，上苍有这条灵气，悟出世间咱的心清，这是带咱一条青天的真意。老母也向咱顺着这条心，拢是掀开咱的灵性，来到平和咱的天庭。灵源是一点气，在世间咱只有向着这条心，这是咱的天元本意。老母也教囝顺利，献伫咱这条清净的天性。来到着咱母娘这条原形，上苍的天灵，现咱转的心境，一点灵元灵气，转咱落家顺天，无形现来是天性，爱咱为主则是天灵，这是咱见缘的天理，嘛是咱个人转的境。随着这条灵气，咱再来行恢复这个天。母娘啊，伊予我这么啊清净，我只有向我这个心这么啊分明。阿母啊，伊是这条灵性，要我进入着空间。在世间啊，我只有用灵性体会着我今啊这个心明，这才是咱讲的灵性。是咱用着这个心明，变倒转来叫做明心，所以讲这是咱的天意，母娘降临咱的顺序，这是调整。我会当讲的天元本性，落家在世，咱这条灵魂，是我以清界这个天性，转过着无形这个清净。拢是对咱的元神做伙，咱这么稳定。这个是咱天元的指示，要降落清界，咱的顺利。这是咱见母啊，这条灵性要开咱腹内这条本领。母娘伊只有用心，今日我讲的是天意，要突破我家己的心理。母啊，才有这条原装啊，甲我装入。这个天法只有这条灵性，会当启出着咱个人这个心安静。上苍伊的法界，只有显咱的明理，顺这条心倒转来。我爱实吹，在世间我要向着这条灵性，近咱老母啊，这个道啊。只有用安尼来观摩，来教我家己，照着先天啊这条气神，我才有现主持这个心归我的正理，采用着先天这个本性，抓定着无形这条元灵，是我慢慢啊求，我才有这条灵光的灵性，近咱的母娘这个天庭。母啊，伊一条现世生，我才有这么啊稳，穿甲我的脑神，发射着金母这条灵性，掀开咱即马这个精神，上苍爱予我这么啊清净，我才对得着母娘伊的本性啊。这个天意是咱将着这个圣旨。开着咱这个心头的原性，心明，伊就是这么伟大。母娘伊爱咱会的明，世间你才有这条心为主，这是咱照着灵性，虚空啊，这条天元，无形伊爱咱静一条啊，世间就是爱看咱家己命。今仔咱拢咧选，伫只浮咧、沉咧、袂那唔咧，进退无一个固定。
这是咱传法的灵性，个人的心头听。母啊，伊要教是所有的灵境，这个天意是要咱突破。我会当照着先天的法令，行出着无形这个天性，是咱这条清净的天指派。我现主是爱讲的话，天愿落家是灵气，全然见母是上天，导咱一条正法教，开咱清净愿心在，是咱回到正法正理，是咱讲开愿天的意，清净是五天的、啊。道灵是世间心，我爱是正法这条灵啊！天后照愿体，阿无阿来讲心中咱的本性，做主才是咱的原形。天元后照天意，母娘为道上天见，真愿天意是顺咱爱。天元开灵是照天在，我爱是一条正法事，道灵见愿无让伊，青天回来是天元，现咱清净则是金身，无让带有原来的天理，咱只有献空咱的心意。无形是天愿的主，爱咱来讲天灵这呢种，拢是见愿一点理，拢是放空咱老母阿伊的心意。天若转咱这呢清净，来到咱的顶冠之顶，这是咱为主的天界，心明灿烂，彩咱这条愿心。这个人啊，爱咱的心境。你会清甲原体，因为这是咱在世间的机会。我要将着这条灵性、气中之神解提升。这是咱为家这条灵性，逐天咱咧训练的这种精神。上苍也发界，只有来提升咱的自在，合咱一条清甲源头这个灵气。今仔日。我会当讲话，照着先天这个命令，带有我现主持这个科目，是我爱做的。我要做予伊真正会当完整的、完合的，这才是我通灵这个本性。逐天要讲出家，我的精神啊，天元伊是甲你看关注。今天我要讲的是家己这点灵性，对着主客，今天我主观还是客观，我拢要行，予伊遮尔啊自在，只伫遮，我无爱有外甲内啦，只有现伫咱即马这个店铺，顺着遮尔啊清净这个信号，这就是我要讲的天元啦，我无爱搁伫遮耍，是咱这条。灵源的灵气转过到天庭，咱的母娘心恢复这条灵性，打通咱这尼啊顺命。上苍有这点灵气来采用着我个人的心，我才有这条正法的灵性，见咱的天庭老母这条原形。好啊！
啦啦吼嘿吼，咿耶嘞嘿嘞哦，咿耶嘞嗨啦啊吼耶嘞，嗨啦哦哦耶耶，嗨啦吼啊咿耶嘞，嗨啦哦啊咿耶嘞，哦啊咿耶嘞，哦耶嗨啦吼啊咿耶嘞。哎呀啦哦啊咿耶嘞哦啊咿耶嘞哦哦耶嘞哦哦啊咿耶嘞啊哦耶哎呀哦耶啊啊哦耶嘿哦耶啊啊耶咿耶嘞嘿哎呀哦哦耶耶耶啊耶啊哦啊咿耶嘞嘿哎呀哦啊咿耶嘞嘞哦啊咿耶嘞嘿哦嘿哦耶哎呀哦啊咿耶嘞嘿嘞哦啊啊啊哦耶哦咿耶嘿哎呀耶耶啊哦啊咿耶嘞呀啊哦啊咿耶嘞哦啊咿耶嘞耶啊哦嘿哎呀哦哎呀咿耶嘞哦哦哦啊咿耶嘞耶哦啊咿耶嘞耶哦耶嘞哦耶嘞哎呀哦啊咿耶嘞耶哦耶嘞啊啊哦啊咿呀啦啊哦啊啊哦啊咿耶嘞哦哎呀哦啊咿耶嘞耶哦啊咿耶嘞哦耶啊啊哦啊咿耶嘞耶哦咿耶嘞嘿嘿哦哎呀哦耶啊啊哦耶啊啊哦啊咿耶嘞耶哦啊咿耶嘞哎呀哦啊咿耶嘞耶哦耶哦啊咿耶嘞嘿哦耶嘞哦耶嘞哦哎呀哦啊啊哦啊耶哎呀嘿哎呀耶啊哦啊咿耶嘞耶哦哦啊耶耶哦啊啊啊嘿嘿嘿咿耶嘞哦啊啊耶啊哎呀嘿哎呀啦吼耶啊啊哦啊哦啊咿耶嘞耶哦咿耶嘞嘿嘿嘿哎呀哦啊咿耶嘞耶哦耶耶哦耶嘞嘿哦耶嘞嘿耶哦哎呀啦哦啊咿耶嘞耶哦咿耶嘞耶哦哦啊啊哦啊啊啊哦哦啊耶耶哦哎呀好耶好咿耶嘞耶哦啊啊哦耶啊啊哦咿耶嘞耶哦耶嘞耶哦哎呀耶呜耶嘞耶呜耶呜啊咿耶啦哦啊咿耶嘞哦咿耶嘞耶啊哦哦啊哎呀啊哦啊咿耶嘞耶哦咿耶嘞啊哦啊啊哦耶嘞。哎呀哦哦啊啊哦哎呀耶耶哦耶嘿耶嘿耶嘿耶耶耶哎呀啦哦啊咿耶嘞耶嘿嘿嘿耶哎呀嘿哎呀啦哦啊咿耶嘞耶哦耶嘞哦啊咿耶嘞耶哦哎呀啦哦啊啊哦啊耶哦耶哎呀哦啊咿耶嘿嘿哦耶哦啊啊啊哦啊哦啊啊咿耶嘞耶哈哦耶哎呀哦啊咿耶嘞哈哎呀啦哦嘿嘿啊啊哦啊咿耶嘞耶哦耶啊咿耶嘞哦哎呀哦啊咿耶嘞耶哦哎呀哦啊咿耶嘞耶哦啊咿耶嘞哦哦耶嘞啊啊啊啊哦哦耶哎呀哦哎呀啦哦啊咿耶嘞耶啊啊耶啊哦啊咿耶嘞耶哦哦哎呀哦啊咿耶嘞耶啊啊哦咿耶嘞嘿哦嘿啊哦啊耶哎呀哦耶哎呀哦耶哎呀啊哦耶啊哦耶哦哦耶嘞哦哎呀嘿嘿哦耶哎呀哦耶哎呀哦啊啊哦啊啊哦啊咿耶嘞耶哦哎呀哦啊咿耶嘞耶哦耶哦哦耶嘞哎呀啦哦啊咿耶嘞哎呀啦哦啊咿耶嘞耶哦咿耶嘞耶哦哎呀。
哦啊咿耶哩哦啊啊啊啊啊哦啊嘿，哎那哦啊咿耶哩嘿哩嘿啊啊啊啊啊哦啊哦啊耶，哎那哦耶啊哦啊咿耶哩嘿。嗨啦啦哦啊啊啊啊啊耶，嗨啦啦哦耶啊耶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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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耶啊哦啊耶哦啊哦耶耶耶啊。Hey.